今天可能预估看，因为会刚刚说，今天效益已经有3万5千，那甚至公司立的高中级学费全免，已经开始进入了预估的最低。三万五千，三万五千，还有加满一万，一千三万五。那他是一年才是一学期，然后一年7万嘛，就是嘛。那、还是一样啊，这个赖清德也当过行政院长嘛。如果这是一个好的政策，那就早一点实现。那你现在都已经在选举的提出，但人家觉得说，这是在政策里面，还有点呢、我觉得买的太明显，就是说，那你如果真的需要，就今年9月就开始了，要拖到明年2月，那意思是说，如果是吧？没有投给你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我倒觉得这样的、这个不需要，政策还是这样的、该做就怎么做，不需要动作太奇怪。现在有行政院长的人选了吗？那有网友点评说李鸿源，他有可能吗？这个选上了再烦恼就。那为什么都会想要先封关？这个这样比较好争取。没有啦，这给人家问我才回答，平常我不会讲。你看国民党现在进入小鸡腿，如果跟你站台，最重要的。他党纪处分，然后开除了党籍，但他也开了一个后门，说要报专案处分，那你开始不晓得，因为每个候选人还是他们还是会思考说他最大的当选机率，所以有时候不晓得这样也许会不晓得。我想不管如果每个立法委得到他的最大利益。合起来应该还是党的最大利益啊！你现在让每一只小鸡都很焦虑了，那最后就变成整个党都很焦虑。